蓝田丽港城，市民睇热闹，等副总理到访。一个男人在李克强进入大厦之后，被多名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抬走，记者追访亦都被制止。为什么一次活动封锁后院？大权可喜，大权大义可耻，警察可怒。他们要求去到太古桥，但被警方包围，双方对峙。期间，一名港大学生会干事联同两名学联的代表，突然在梁球居楼后楼梯行出来，没有叫口号，随即被大约20名的警员和警方制止。三人被拉入后楼梯，推落地下，更被要求留在后楼梯一个钟头之后才可以离开。他们现在将他们手上的牌和相机放低，其中讲得很清楚，有相就有真相，他们现在放低他们手上的摄影机和他们的抗议牌，他们讲明了我们有权拍摄，有相有真相，常見到啦，嚟示威嘅人咧已經係越嚟越多噶啦。我哋睇下現場嘅情況。咁啊，見到啦，唔同嘅團體啦喺示威區裏邊咧高叫口號，佢哋咧拎住咧有曾偉雄頭像嘅標語，咁話啦，陣間曾偉雄啦係必須咧要喺會上邊解釋啦今次採訪嘅安排，同埋咧係所有嘅保安嘅安排。咁佢哋話啦，曾偉雄啦係要為今次嘅保安爭議咧負上責任。咁甚至咧叫口號啦，要求佢落台㗎。咁陣間喺會上邊啦，有幾個疑問啦，佢哋都希望曾偉雄可以親自解釋到，例如喺多個場合啊，點解啊嗰個核心保安區係會劃到咁大嘅咧？又例如喺港大，究竟咧係警方先至要擴大嘅保安範圍，定係還是校方咧係要求警方進駐嘅咧？咁而校咧係有冇批准警方咧去到梁球居樓裏邊咧係可以俾佢禁固啲學生嘅咧？咁呢啲咧佢哋希望所交代噶。咁而家現場咧，我哋見到啦，警方都已經喺唔同嘅停車場入口嗰度戒備。咁陣間咧，希望阿曾偉雄嚟到嘅時候咧，唔會引起太大嘅混亂。咁我哋咧會留意住現場嘅情況噶。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好，唔該曬。嗱，今日我哋先睇下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嘅特別會議。這個會就是討論副總理李克強訪港、警方保安引起的爭議。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在會上否認有禁固港大示威的學生，又說那些學生曾經用粗口罵警員。至於保安範圍就說是由港大指定的。港大夜晚就發表聲明，說從來都沒有主動要求警方在港大設立保安區。我們當時的警員只是協助校方阻止他們從後樓梯進入一個院校指定的保安範圍，即是大學是在校裏面的活動是實施限制的範圍來的，亦都是絕非是禁固有關的人士。他反指是有關學生辱罵警員。港大的保安人員包括管理人員
曾經多次要求呢三名男子咧從後樓梯嘅防煙門嘅通道離開嘅，咁有關人士咧就並無理會，並且咧係用粗口咧係辱罵在場嘅警員，並以手機咧就係聯絡同埋安排咧記者咧到來採訪嘅。期間咧，三人咧亦都係多次進出該後樓梯嘅，咁所以咧有關非法禁固嘅指控咧係全無事實根據嘅。我哋俾一個機構或者一個人，即係執行一種任務咧，同時咧就賦予佢一種權力，但係嗰個權力係有界限嘅。嗱，呢個已經係常識嚟嘅，係嘛？所以今次關於李克強訪港嗰個保安嘅情況咧，好明顯係嘛？警方係超越咗佢嘅權力界限。即係你維持秩序嘅任務性質上係消極噶嘛？呢啲又係常識嚟嘅啦，係咪？不即係同你講呢啲就有少少嘥氣嘅啦，係咪？消極嘅意思就係你只能夠即係所謂事後補救，而非事先防範。如果事先防範咧，係無所不用其極嘅，係咪？然後構成對嗰個人權一種即係壓制，係咪？對人民一種侵擾，係咪？即係你最低限度唔可以損及人民嘅基本權利呢樣嘢，你要做到先啊嘛，係咪？妨礙採訪自由、打壓和平示威，係嘛？進駐大學校園、實行白色恐怖，大佬你真係以為你係法西斯警察部長啊？係咪？真係係中共公安局長啊？你估你係啱唔啱啊？大佬得意便猖狂，自得意滿，趾高氣揚，囂張跋扈，係嘛？叫你收回黑影論，呢個荒天下之大謬嘅啦，已經係全城喺度討論嘅啦。笑大人哋個口，堂堂一個警務處長，即係講啲咁嘅嘢，喂，嗰日已經哄堂大笑啊！跟住你睇下啲輿論咧，都未醒。總之我大曬，權力不受任何約制啊嘛！呢個係嗱，你定啦。嗰、那個所謂 PNP 開唔成嘅，呢度保皇黨佔多數，不過冇用嘅，呢、這個日子好快來臨嘅，我話俾你聽，係咪？你咁樣打壓啲青年學生，喂，我哋呢啲和平示威，我哋嗰日喺個金鐘嗰度，唔係衝出馬路啊，我哋坐喺度啫，拉138人落曬手扣，羞辱我哋。就咁送件 T 恤俾你，當奇恥大辱，係咪？我138個人俾你鎖住啊！上架警車度啊，仲好笑啊！我嗰架警車得我一個人嘅啫，二十幾個人坐嘅嗰架車，個差人話：因為你係 VIP 啊嘛，特別招呼你。喂，大佬，呢啲唔係濫權啊！我冇所謂，我哋食得鹹魚抵得渴，啱唔啱啊？由你做警務處長到而家，係咪？關於警方濫權之説，喂，已經唔係話平時講下咁嘅啦，大佬，張張在人耳目。你身為保安局長，係問責局長，你毫不問責，語無倫次。你頭先講嗰段説話仲好笑，無啦啦要抽水講嗰單咩替補機制諮詢會，係嘛？有人衝擊會場，暴力，暴力得過你差人？我哋記憶猶新啦，喺差館強姦少女啊，警察嗰啲係咪暴力啊？呢一個專權政府嗰種行政暴力係咪暴力啊？戴面具衝入會場有肢體衝突就叫暴力，跟住啲保皇黨以為有機可乘，有位可以入，你就發咗癲，呢啲叫暴力啊！嚇，有汽油彈啊，有武器啊，啱唔啱啊？入到會場啊，長毛俾人叉頸嗰啲咩人嚟噶？俾人叉住頸喺地下咪一樣有？以為執到寶你民建聯，你嗰啲人嚟嘅添啊！我要話俾你聽。報差官拉佢啊，長毛係嘛？還掂都係啦，大家你有證據，你查到，你咪拉人啦，係咪？邊個違反社會秩序、違反現行嘅法律，告佢係嘛？但係你要同啲學生講，
喂，你可以尋求法律解決，或者去呢個即係警察投訴科咧，咪真係好好笑咧，局長你，你覺得好得意啊？咁樣講告我咧，喂大佬啊，啲學生一聽到啲火都嚟埋啦，啱唔啱啊？即係老實講，有權就更加要戒慎恐懼，你啲權係不受約制嘅。在現行呢種政治制度底下，係嘛？嗰個權力制衡係失效嘅，你係更加要戒慎恐懼，得唔得嘛？黃議員，你有冇問題問佢啊？我冇問題啊。哦，咁你差唔多。我繼續講，我仲有幾粒表冇窒住先得嘅，大佬。上次啊，嘉欣俾你交到冇得講啊。係四分，係咪？俾你交到冇得講啊！上次就係啱唔啱啊？所以先至我誠意送件衫俾阿處長嘛，啱唔啱啊？處長肯收翻黑影類，我即刻同佢鞠躬。我話俾你聽。呢啲説話點講得出口嘅，大佬啱唔啱啊？嗱，而家咧真係冇辦法，靠呢個特別委會議咧就開唔到嘅，講唔到真相嘅，所以就一定應該由特區政府、由行政長官委任一個法官去調查呢件事。講完。就有關呢個剛才有啲同事表達嘅意見咧，就即係譴唔譴責暴力咧？我想正式宣稱咧，我係絕對支持譴責暴力嘅。我亦都身體力行咧，呢個今日咧我已經係報咗案咧，係正式投訴咧何一文議員咧係好多毆打我哋曾偉雄先生嘅。咁有關嘅理據咧，我亦都交咗俾有關嘅同事，佢哋會必然有機會睇到。但我係完全咧係支持咧任何咧係譴責暴力嘅行為。我亦都鼓勵咧，如果有關嘅同學、港大同學，你哋認為的而且確係受到人身傷害嘅話咧，係馬上去報案或者警監會投訴。你哋唔做咧，一方面咧，你哋係冇機會俾受指責嘅人士有機會一個公平嘅審訊、答辯嘅機會。咁呢個係唔公道嘅，所以我鼓勵你哋係應該挺身而出去做。就唔好就係單方面講。